好，兄弟们，兄弟放心，只要国家有需要，我们立马就到，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款2000万支援抗洪，有网友质疑小杨哥捐款是为了抵税，让我们听听小杨哥对此事如何回应的。捐款可以抵税吗？啊，兄弟，我给你普及一下这个东西啊，不是说你这2000万本来要拿出去交税的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假如我们的钱要提到公司来，我们首先要交一个企业所得税20%，这个2000万我们是交完企业所得税的。如果我想把公司的钱拿到我私人的账户里面，我要交一个个人所得税，是因为我已经交完20%的企业所得税，我再交一个20%多的个人所得税够了。因为这个税你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钱也是给到国家，国家给到有需要的人，是吧？你交完税，税也是一样给到老百姓有需要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都是一样的，怎么可能说把这交的税钱拿去捐款呢？不能这么干的，就可以去了解一下税的这个知识，这个违法的嘛。更有网友调侃小杨哥现在挣的真多，捐款都这么大气。其实小杨哥以前就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兄弟啊，很多人说我们公司挣钱，兄弟啊，咱们三人羊就成立一年多，去年2022年2月份才成立啊，对，一年多哪有那么挣钱，是不是？我只想让大家知道，就人越大责任越大，等我越做越好，我一定不会让兄弟们失望。我经常说，不管我做什么公益也好，都是代表兄弟们去做。我们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，今天我的成就啊，我们公司的成就一定是大家给的，没有你们我们也做不了这样。所以我非常明白这句话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三只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，有需要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最大的能力。现在能力也越来越大，大家看见了，我们肯定要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大家放心啊，等以后能力更大了，我们帮助的人肯定会更多。其实大小杨哥做公益并不是一时兴起，大杨哥很早就是蓝天救援队的，而且大小杨哥也时常会去看望白血病儿童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为大小杨哥的社会责任感点赞，祝愿三只羊和大小杨哥越来越好。我没你们我屁都不是，公益啊捐款呀、我也不用去讲，对吧？你们放心啊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，那么做一些正能量的事，有意义的事，对社会有意义的事。你们给了我这么大的能力，我就不会辜负你们。我永远记住一句话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我会把这个能力啊做到有意义的事，不是我去做啊，我代替你们做的啊，我做也是你们做的，记住了，是你们做的。小杨哥直播带坏骆驼冲锋衣，当场叫杀搞事务，结果被大杨哥叫做人，都是我，都是我呀！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全身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为了证明自己的选品能力，更是拿来了过期的牛奶和可乐，彰显自信心。我就这么自信，这我选的品啊，我就这么自信。我的妈，过期的可乐，哎，这跟水珠一样，你看，过期的牛奶，这都过期的，都不能喝的。哎，都是我，都是我的，连连的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我都说行了行了，你还弄，快冲一下，快冲一下，快冲一下！张亚，我跟你说，你看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陶瓷印花，它可以穿上去之后，大概在3秒钟左右的话，就可以马上升温。我们现在内部已经有13万单了，13万单，厉害！三种穿法，一种是穿里面这个，第二种是穿外面，第三种是一起穿啊。当然钓鱼出去钓鱼，爬山，对，然后你个子高，穿什么感觉？加上你这个比较丰满呀，身材比较这个丰满比较好看，哎，穿就这种感觉。侧面看一下来，侧面好看。啊，正面后面，啊，小个子穿什么感觉呢？你给他看一下，1.6米啊，穿的，他个子也不小啊。低的时候卖多少钱？609，在低的时候就是609，我还不可能，真的。小杨哥啊，我也尽力了，兄弟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好不好？三百
79上车啊！起球退，吊射退，起静电退，吊毛退，钩丝退。小杨哥直播带货第二面膜，原来这是王一博的老板杜华的品牌，圈内人都在用的面膜。王一博上架，立马。你喜欢王鹤棣、王一博？对，范丞丞。范丞丞想不想见王一博？想不想见范丞丞？想不想见？想不想见吴天仪？嗯，你想见吧？我想见。想不想见王一博？想见是吧？兄弟们等着。八爷坐。怎么了？这个咱这王一博请不来，把这个他们老板请来了。人才啊！来，华姐今天把那个王一博叫来了啊，我们有请那个王一博。王一博啊！啊，你说你老板都见了，你见王一博、那个陈飞宇、和范丞丞，你还远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这个是我们杜华，我们华姐啊，月华娱乐老板的自己的品牌。因为你们知道，做演员和艺人这个行业的话，其实自己对自己的皮肤要求会特别特别高。然后因为平时的话需要保湿，还需要皮肤的话特别水润，然后还需要上妆的时候不卡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联合了一线的工厂和顶级的配方师和专家，然后研制了这一款 Dr. 洁颐植萃什么叫什么面膜。 Dr. 洁颐就 Dr. 的洁颐，就医生洁颐的话，就联合所有行业内的专家。厉害！这第一盒你们现在定价是多少？139。华姐，你今天来，我们也是会给你砍价的。对，价格该砍砍砍，对不对？你想怎么砍？你看啊。你是139，对对不对？99行不行？99，没问题吧？我说不行的话，你会让我回去吗？不行的话，你这个粉丝就全掉了。那行吧。有一片试用装，买回去先用试用装，不行直接给退掉。今天小杨哥直播间99块钱两盒，加这一片上车。小杨哥直播带货增压，哇塞，竟然跟品牌方跳起舞来了，大杨哥还现场指导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信你个鬼。你们俩这样转就是没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转？你应该转的时候要盯着他的眼睛转啊。你转，我看，你看兄弟，我来教我一下，我教一下，我教弟啊。好，教我一下啊。我看看，好，别急，到这儿，预备开始，走。懂了，来，兄弟不要录屏啊，就我叫我弟了啊，叫我弟了啊，预备起。你妹的！来，起，兄弟，老妹儿来，老妹儿来，走走走，不好意思，进来。赶紧卖货，好嘞！好嘞，别玩了。江南阳光，江南阳光是我们合肥本地的企业啊。它是一个五档可以调节的增压花洒，五档带有一键止水的一个功能。它里面还有过滤，还有过滤，看到没？对，可以过滤掉泥沙铁锈。对，咱们是一个软硅胶的出水孔，能够防堵塞、防分叉，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安装，咱们接口是万能通用的，万能通用的安装。Nice 啊，这个是小的这条，看。你瞅瞅，全屏定了，全屏定了。它这里呢，你看一键止水，看到没有？对。看，一键止水流开。一按，这个就方便你用啊。啊，你看这个拆卸都很方便。这边没有水了，看。不漏了，不漏了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如果是故意的，我如果不是，我是你弟。啊，169。啊，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再给你来五个滤芯，附带一个，是不是六个？对，29.9，咱们公司自己的水龙头，然后拍了一个小视频。这一个是一个冲的高一点，一个冲的，你看到没？这是我们，这个是别人家的，这是我们他们家的，看到没？那一个冲这么高，好厉害哦！这绝对是小杨哥最快的一次带货了，全程不到2分钟，没想到却刷新了自己的带货记录。我们每次卖一个东西，就是上多少，它就没多少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个东西我就多介绍了啊，什么啊，我就多说一下，就是我们每次都是上2万单，没2万单。今天呢，因为每次都不够，铁观音啊，铁观音，
哎呀，你要闹的，有个铁观音还有什么？啊！不就凉了吗？我说脖子有点凉。哎呦！啊！铁观音，唱。哎，我不是铁观音。铁观音怎么怎么看？啊，铁观音一定一定在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个圆形的，对吧？铁观音上面，哎呀，这很香啊。哎，他铁观音别人一喝就能尝出来。你们看啊，我为什么说我们只要上这个，有多少单抢多少单呢？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你们可以搜一下这个铁观音这一盒多少钱，200多块钱。讲个198、啊，再加一个，你看啊，正山小种啊，红塔啊，两袋，然后再给你们来个小的什么，啊，大红袍，方便携带的啊，好的，来一包上，一包两盒，三盒，四盒，这就讲完这是一斤了吧？一斤啊，22000单，有需要就拍，好吧，上次拍过的不用拍了啊，大家没喝完的不用拍，198，上车。啊，每个铁观音我们也支持试喝，搞忘了告诉你，这个也支持试喝，这个也支持试喝，你都可以试喝了之后不满意直接退。我让你涂一个，你选一个涂。谢谢大杨哥。为何来过的品牌方选择试用时都会选择大杨哥呢？相比大杨哥的成熟稳重，小杨哥的鬼灵精怪也很加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谁呢？啊，很多人要这个玉泽面霜，这怎么涂的这个？我让你涂一个，是涂他还是涂我？如你所见，品牌方毅然决然选择了大杨哥。而大杨哥考虑到媳妇儿要生了，一向是远离女品牌方，不想让媳妇儿看到之后心情不好，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张亚，哎，姐，那人家你怎么也吃？那媳妇儿生了，你再吃，啥都不吃。无奈的小杨哥只能亲自试用了，感觉如何？哎，是的，再推一下，不一样。随后小杨哥询问多少钱时，品牌方开口就报价178一盒，很明显这不是小杨哥的风格。当送出了这么多赠品后，开出的价格却打破了自己的带货记录。啊，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正品，是玉泽的旗舰店，旗舰店发货，你可以去玉泽的旗舰店上对比一下响哥今天的这个机制啊，一瓶再加一瓶，再给你们来一个，一个就要几十了，身体乳，这不小的啊，再来一瓶身体乳，再来一瓶保湿水，再来一瓶保湿霜，小样，再给你来个小样。再给你来一个小样，再来一个小样冻干面膜啊，这个比较贵的啊，5片，这么多，198，上车。198到手，两盒正装玉泽保湿霜，赠送2支身体乳，2支保湿水，外加4支保湿霜小样和5片冻干面膜，共11件。家人们赶紧安排吧。我们是百年佳话，上海佳话，有整个公司有100多年的历史。100多年上海佳话，兄弟你们可以去搜一下上海佳固这个在做护肤品上排行，对，是第几？